尊敬的王老师、陈老师，还有庄老师，还有这个慧娥老师啊，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参观我们景成老师自成一格的书法展。那从王老师的这样子的一个作品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传统跟创意的一个结合，所以可以让我们从中间发想出很多引人，可以让我们有去写思的一些意境。那我想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能够看到王老师有这么好的一个作品的表现，我们也祝福跟期待日后王老师有更多的创意的产品能够让我们的社会大众都能够来参观了解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好，报告完毕，谢谢。今天来看到王老师的这个展览哦，我人非常欢喜啦，老人歹讲啦，铁化银钩啦，非常的不简单啦。我用小小的一段音声吼，来给王老师赞扬一下。山门阿门，山龙，山龙，山欢迎来参加我们这次自成一格王景成书法与窗的对话的一个个人展览。那这次的展览不是把它定位为书法展，而是我们是希望说能够突发成为书法跟窗的对话，让书法透过这样的展览更亲和力、更亲民、更平易近人。那我们首先来看我这次的展览，事实上我们都用台湾早期的快木老窗，就是 Hinoki 的那个老窗户，来作为这样子一个书法的一个呈现。那这个一个《将进酒》，这是李白的一个大作。那李白在写《将进酒》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做好了以后，我们用快木窗，然后跟原来的老玻璃，有一个梅花的那个老玻璃，就是用原来旧的玻璃哈。所以这会结合我之前的收藏的窗户啊，跟玻璃，我们用这样子来呈现出《将进酒》。那底下这边有一个作品是我比较突发奇想的，这是一个《赤壁赋》。那我想以前在念国文的时候，事实上《赤壁赋》是一个非常长的一首，那背也不好背，因为它没有一定的一个韵。可是在我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把它用我们小时候的一个概念，就是瓶中信的概念，就是我们在抒发一个情感的时候，可能写好一个情话啦，一个情诗，我们把它写好以后，把它放在瓶子里面，然后就随波逐流，随着河流这样子，看哪一位有缘人给捡到。那我用这样子的一个瓶中信的概念来做这个《赤壁赋》的展现。《赤壁赋》是
宋朝苏东坡的作品。那苏东坡他在赤壁这个地方写下这《赤壁赋》。那赤壁是位于长江的中游的阶段，那我去遥想苏东坡在1000多年前写下这个时候，他把《赤壁赋》写好卷起来放在瓶中里面，放在瓶子里面那个大的玻璃瓶，那就放在长江，然后就流经了宋朝之下，有元朝，有明朝，有清朝，到中华民国，现在啊让我捡到。我用这样子的概念，用历史的时间跟空间做交错。那事实上这个苏东坡的这个赤壁赋是我写的，不是苏东坡写的。那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概念说，哦，我原来我在写瓶中信的概念，让赤壁赋可以随着历史把它跳脱出来，让我捡到这一个赤壁赋，这样子做一个创作。那这边有一位菊花台跟青花瓷，这个是耳熟能详，这是方文山他写给周杰伦、周董的两首非常畅销而且很有名的歌。那菊花在古老的东方来讲，它代表的是帝王，是一个富贵权势之象，是一个金黄色。那青花呢，在我来讲，青花是比较有充满的比较有艺术感、比较有创作的一种氛围。所以在竹青，就是竹是松竹梅的竹，那青是这个青色的青，那竹青就是比较深蓝色的一种颜色，比较像染料，所以比较充满艺术感。那菊花遇上青花就产生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因为我以前我是做业务的，我不是从事这样艺术创作，可是在早期做业务的时候是比较光鲜亮丽，是每天西装笔挺，那在收入上也会比较丰厚，比较不虞匮乏，所以我自比我以前是菊花，有那样子的富贵权势，有那样子的一个收入。那当我一头栽进这个创作之林，就像黄金的宣纸一览竹青，那虽然少了菊花的富贵权势，可是会多了这样子的隽永的意境，会让自己更有一点比较像竹子般，或者比较像青色这样子的艺术般的气息。这是我简单用菊花台跟青花瓷来彰显出当菊花遇上青花。那这个醉茶两个字看起来很简单哦，那事实上我们都听过醉酒，就是酒会醉人，是因为酒里面有酒精。可是茶会醉人，是因为我们在喝茶聊天当中，我们用真诚的心来对待朋友，我们用茶来对待朋友，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在聊天当中很容易这个时间就过了，所以就会人沉溺其中，沉醉其中。所以我写了简单的醉茶两个字。那事实上写字比较简单，可是外面那个框也是台湾早期的框的窗户，那中间用玻璃两片夹起来，就把那一个醉茶两个字夹在中间，因为玻璃本身会有吸力，所以就吸起来。好，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刚刚菊花台跟青花瓷表现的方式是一样的。那这边有一个风琴，是我们小时候在上音乐课的一个风琴，那这风琴每个按键都还有声音，这是我之前收的一个旧品。那风琴是比较属于现代的东西，是属于比较西方比较欧式的。那应该风琴对印上来的歌本应该是这样子，曲目应该是配上是五线谱，可能是琴谱之类的。那我就把古老东方的很有名的一本叫《诗经》里面的琴风，我就把琴风拿出来当作这个乐谱。因为早期在《诗经》来讲，它是可以用唱的，是可以哼得出来的，它是有韵律的，所以我用东方跟西方，用古代跟现代来做交叉的一种结合。跟刚刚我们在讲赤壁赋来讲，我们是用赤壁赋是用时间跟空间的交错。那左下角这边有个小品，就是利亚腾，我们用很多的吉祥话，很多的成语，我们把它写成这样一串串，很像那个我们那种卖葫芦的葫芦糖哦，用这样子来诠释一个点缀。那这边有简单两个字叫盖好，我想这一个圆形的竹篓，它是早期农业时代我们吃完饭菜以后在菜桌上
的那个桌盖，那桌盖的意思是希望猫啊、老鼠啊、苍蝇啊不要跑进去影响到我们的饭菜，所以国语叫桌盖。那我就把它诠释成写两个字叫盖好，台语一个盖贺，那国语叫盖好，其实就很巧妙的去形容出这样一个圆形的竹篓，它一个意思，用简单的两个书法字，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在盖的一个容器啊。那这次的主题叫自成一格，王景成书法与窗的对话。这自成一格的字就是指书法字，那成是我的名字，是王景成的成。那一格一格的概念就是窗户，或者是等一下会介绍抽屉，就一格一格的概念。那所以用自成一格来作为这次个人展览的一个主题。那左手边的是独领风骚，右手边的是粉墨登场。我们知道要有粉墨才有机会登场，才有机会独领风骚。那我们都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弯下腰来，一定要蹲好马步，就是做粉墨的工作。我们看很多舞台剧，很多国剧的表演，光粉一个墨，光画一个妆，要画好几个钟头，这就是粉墨。所有的粉墨是为了要登场，是为了有一天能够独占鳌头，能够独领风骚。那这边有一对作品叫回家跟过境。那我想回家，我很喜欢写回家这两个字。那在写这个创作之前的一个想法，刚好一个突发奇想，在开车的时候刚好想到，哦，我想做回家这个作品，那我就顺手写了一张便条纸，就夹在我车子里面。啊，那天刚好载我太太，那我太太就说，啊，天哪，你已经连回家这件事情都要写便条纸，你才记得要回家，不然你会忘记回家。我说当然不是，是因为我要写回家这个作品了。那我就写点一盏灯，沏一壶茶，回到熟悉的角落，心灵悠然自在。我想家对我们来讲是最熟悉不过的一个地方，是很自然而然回到家就翘起二郎腿，自然而然家里虽然不是很富丽堂皇，可是我们会很自在，是因为家里是我们的归宿，我们的依归。那在心灵上来讲，我们都有一个中心思想，也许是有皈依，也许是有一个主旨，那个主旨是我们要追随的，是我们要回到的那个身心灵的那个灵的部分。所以我用回家，用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来能够让自己所学的或者所想要的所想要表达出来的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皈依，很好的一个回到归宿的概念。那对应过来是过境，漫步在不同的时空中，拾获异乡情愫，转念一即过境。我想我们有时候在尤其在想很多创作都必须要转换另外一个环境一个空间，我们才可以写下那样子的一个境。那我是觉得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只要念头一转，那个境就跟着转，所以不一定要到不同的空间去。所以漫步在不同的时空当中，也许我们在很多思乡情愁的时候，看到一件事情，你就觉得好像自己已经回到那个故乡了，已经回到那样子的一个时空当中。就像我们这次展览出来的很多早期台湾早期的一些比较乡下或者比较早期的一些蚕民文物，也许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东西，你就念头已经转回去你小时候的那个时空背景，这就是过境。那这边有一组沙发，这是之前有机会在左营的眷村里面收到了一组比较早期的沙发，好，那我们搭配这一次的书法的一个与窗的对话，推出的一些个性型商品跟纪念型商品，包括有抱枕还有笔记本，用这样子的陈列。这一次展览的37件作品当中，最重的一件作品就是这个俑。这个俑在任何学过书法的人都知道，学过楷书的知道，俑字八法，这八个笔画，这八个笔法代表的是所有楷书的基础。所以用这个俑写在9块砖头，这个9块砖头是
在大树的三合瓦窑的九块砖，尺砖哈，公尺的尺，它是每一个砖都是30公分乘30公分，那用九块砖，那这九块砖加起来就非常非常的重，那用这样子的一个蛹来铺陈，用这九块砖来做铺陈，是因为我希望永字八法很重要的永字八法书法的底蕴，能够用这样子厚实的铺陈来印证永字八法在书法的地位跟它很坚定不移的一个角色，所以用这九块砖来写这个永字八法。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样子的九宫格就像我们小时候在写书法练习的毛边纸练习的那个九宫格是一样，九个红色的线的一个概念，用这个永字八法来做呈现。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这边有六片窗户，我把它装上活页以后就变成一座屏风。这一二三四五六，这六片原来是老窗户，那这六片刚好有一样的高度，因为我就把它装上活页，就变成一个可以放置在家里的客厅啊，还有庭院啊或者玄关的一个非常典雅做区隔的一种屏风。那在屏风来讲，我又选了杜甫的作品《客至》这一首来作为这个屏风的作品，是因为客至在英文来讲叫欢迎光临，叫 welcome。 那我用这样子的概念刚好可以答应可以搭配出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叫花尽不成缘客少，逢门今始为君开。用这样子的一首唐诗来衬托说你到我们家，我们非常的欢迎你来，非常欢迎老朋友新朋友能够到我们家来，所以我们会为了你而打开这个门，为了你把门前的庭院都打扫干净，所以用客至来做这一个作品的呈现。那就会变成说在整个这次的个人展览当中，这个客至的这一个书法跟这样子的屏风的创意能够显现出来，说原来我们的书法不一定是表现出都是在卷轴，都是在表框表背，都是束之高阁的一个境界哦，可以很平易近人，可以很容易让我们看得到摸得到。这边有一个字长，没有任何书法字，可是却运用了我们早期的象形，就是一个日一个月就形成一个仓，上面一个小窗户，下面一个大窗户，它就很简单的一个仓就出来，可以让我们这次来参加我们参观我们这次展览的每一位民众都能够日进斗金，都能够昌隆兴盛，用很简单的两块窗户就表现出一个字啊，这个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莞尔很会心一笑的一个创意。37件的作品当中，最喜欢的一个作品就是这一个“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江春水向东流”是，后唐李煜李后主的一首词《几多愁》里面，他写到“一江春水向东流”，他描写的是他对于一个亡国，他一个故国已经灭亡的一种感慨，他写下来的。那我把它放在一个这个跟我们的缝纫车做一个结合，是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听我妈妈在踩缝纫车，那个咔嚓咔嚓的声音，会觉得它是一种虽然是机械，可是它会充满了那种母亲的母爱，菱形密密缝的那样子的概念。所以我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来写“一江春水向东流”，那个流还没有让它写完，然后我们刻意的把线换成黑色的线，就好像这一幅书法是用这个黑色的线给绣出来的，给真车车出来的。那事实上是写出来而故意不写完，是因为希望能够交叉的使用到视觉跟听觉。我们看到这柳还在绣的当中，会隐隐约约你觉得那个真车还在踩，那个缝纫车还在踩，所以会有视觉跟听觉的交叉的使用。另外一个部分，我喜欢听妈妈的脚踩缝纫车的声音，是因为我把春水比喻为春晖，比喻为妈妈的母爱，妈妈的慈爱，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那样子的母爱，那不忍心让妈妈日子一天一天的老去，所以不忍心让妈妈
随着这样岁月向东流，向东流是指岁月一直在老去，有一天妈妈会离我们 而去，所以不忍心让这样时间在吹皱了妈妈的皱那个皱纹，所以我把向东流那个流不写完，希望妈妈能够能够常常永葆青春，能够青春永驻，能够寿比南山，能够福如东海，是用这样一个概念来诠释这一个作品。虽然只有简单的几个字，可是搭配我的讲解，你知道我的创作这个部分里面来讲，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每个参观的民众都能够有视觉跟听觉上的一个连结，都能够对应到我们在想妈妈、怀念妈妈的那种情怀。那接下来这一对有一个作品，一个小品是切线跟平行线。那我们先看切线的部分。我女儿叫王晴美，她目前就读于熊山，就高雄高三三年级的学生。那么也教到一个数学的概念，就是切线。那我们有学过数学，知道切线是一个圆，一条线画过去，跟她交于一点的那条线叫切线。那虽然很简单哦，所以她学校里面有一本刊物叫《熊山青年》的一个校刊，她就投稿就写了。我不贪心，我只缘教育一点，就这几个字，就获到学校熊山青年的好评，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成绩，就把它收纳起来。结果我们把它延伸出来的很有另外一种很有氛围的一种想法，是因为虽然我不贪心，我只缘教育一点，可是却很重要，因为很简单的数学概念，却道尽了各种情感的契合。不在于多，而在于交融于一点。我想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跟人跟人之间不见得是最腻的时候是最好的时机，也许是有点黏又不会太黏。那尽管那么多，我们至少交于一点，这一点是让我们情感做连结，让我们情感做契合，所以这一条线叫切线。我用这样子的部分，我把我女儿的这样一个小品拿出来写成一个这样的书法。那另外一个作品叫平行线，我们在讲说人跟人之间，我跟你好像是两条平行线，在讲说南辕北辙，我们的好像没有任何的交集是不好的。可是我女儿把它写成说什么？说虽然是两条平行线，至少可以和你一起前进，直到地老天荒。我们知道火车行驶在铁轨上，那铁轨就是平行线，是因为它是平行线，所以才可以不断的运行，才可以不断的前进，所以才可以直到。地老天荒才可以知道永无止境的另一端。所以一个十几岁的小女生把很多人生的道理，包括切线，包括平行线，她用这样的两个很简单的数学概念来做诠释，然后把它收录在我们这次的个展当中的一对的小品里面，我用书法把它诠释出来。那这中间是一个川流不息的作品，那这是一个中堂的处理，我们用插销的原理把这中堂插起来，这个可以卷轴，可以卷起来，可以卡在上面。那上面是用一个老的窗户，我们做成一个立体的柜子，所以就变成一个可以放瓶瓶罐罐的一个层柜。然后这个卷轴是可以卷起来，可以放下来，做一个这样川流不息的诠释。这个上上签这个作品是我们所有参展里面可以让客人所以可以自由。可以跟客人互动的一个作品。那这个取名叫上上签，是因为我们提供了24个字，提供了24支签，全部都是好签。那也因为是好签，所以叫做上上签。那这个竹签呢，我们是用同一支竹子，一个很大的竹子，然后买这个竹子，然后一切成两半。那每一半里面我们再剖成12等份，所以一共削成了24支，每一只都没有浪费，每一只都没有多，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然后我们所有参观的民众可以心诚则灵，可以取下其中的一只抽出来看得到是几号签。那这底下有写一个第几号签，比如说这边是第几号，我们就在这个抽屉里面，就像我们在庙里面抽签一样，就把这一个签给拿出来。那比如说我刚刚抽到是17号，那这个17号签就是这个字，就是旺。那这旺是我们这次的书法作品24个字里面的其中一个字叫旺，24个字都不一样。那我们这个
里面的签诗的内容，我们还有参考文献，这文献是摘录自《广经堂通胜》这一本经书，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来参加的这样子的一个民众，都能够跟我们这样子做一个很 DIY 或者是很创意、很创新的一种互动当中，抽下你今天的一支好签，一支上上签，然后再透过你这支签的里面这个每日一字这样一个字里面去解读你这一支签的主要的精神跟内容，那这样子可以让你自己在，也许人生当中一个很莞尔微笑、很幽默的一种，比较风趣的一个概念。那这个里面我们在讲这一次的作品叫。展览叫自成一格，一格一格的概念，除了刚介绍所有作品都是以窗户为主，这个是以抽屉，是以24个小抽屉，就是我们裁缝车的抽屉。好，那我们也收录了很久，才有机会达到这样子的规模，能够变成是一个上上签的这样一个游戏。那结合书法的24个字在里面，祝福每一位来参观我们这次展览的民众。都能够抽出上上签，祝他能够心想事成。这是我们在11月2号当天开幕茶会的舞台，这个舞台我就用我在写回家那个作品来当做一个舞台的背景。那这次承蒙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跟高雄市政府社会局的指导，还有我们国立高雄师范大学文创中心的唐老师，还有我们创意台湾文化协会的单位，还有一些主协办单位，我们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个人的展演。那这边我们有堆叠出比较简单的台湾早期快木老窗的一个概念，那就是我们刚做作品的元素的半成品。这是自成一格，我的一个简单的简介啊。我是创办了台湾艺工坊有限公司，那我们自诩能够承袭文创产业的使命啊，用我们小时候儿时的记忆，能够透过这个戏作或者书法多媒彩来作为这个现代的艺术创作，用复旧的流行风散发出浓浓的台湾复古风潮。我希望我这一辈子的努力，能够为我们台湾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名义，透过现代的创作艺术给予新的生命，再一次发扬光大。所以用这一次的展览，我们用快木老窗或者用抽屉，然后跟我的书法巧妙的结合，用这个书法字能够把窗户画龙点，把这个窗户能够画龙点睛。让创意跟创新的手法，就像我们走进时光隧道，回到儿时的记忆一样，作为这一次最好的响应的呈现。这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简介。这作品，它是一个创意哦。那这个创意是我刚好有一次在收集的这个窗花。那这个窗花的过程当中，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组4个木头的快木老窗，跟这窗花的宽。接近于一样，那我就把这4个窗户跟这个瓷器的这个窗花，我们做一个这样子一个搭配，刚刚好成为一个灯箱。那这个灯箱里面，我们再用书法做输出，把这个玻璃给镶上来，那里面点灯。那这个窗花里面我们没有锁死，它是可以弹性的，可以拿起来放下来的，方便我们未来在修理电灯泡的那个电器的使用，所以它就会作为一个家里比较可以随手可用或者是晚上可以用的一个小夜灯。那用这样的一个灯的一个概念，就可以让我们原来书法也可以呈现出这样子的书法之美。那这上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书法的一些作品，也是我们这次展览的，像桃花源或者像水调歌头、定风波，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地下这个作品就不能看上是作品，因为没有书法字在里面了。那它只是我们用简单的窗户，然后把它拼拼凑凑出来，就成为我们小时候的玩意儿，就是跳房子的这样子的玩意儿，就可以让原来也可以这样子弄哈。那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创意，不是我们在11月2号当天开幕茶会的一些盛况。我们那天涌进来了100-200个来宾。那也谢谢这位来宾跟长官给锦城的一些祝福，那这我们把它收录出来的一些照片的集锦，把它呈现出来。
事实上，透过志成一格、王景成书画与窗的对话，我可以在我人生当中的四十几岁，能够做出这样一个展览，事实上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在开幕茶会当天，也把妈妈请过来，那妈妈觉得说，也很开心。那妈妈觉得说，这些东西也是她小时候，或者是我小时候的一些东西，做一些串联。那我想，中年转业，当然是很辛苦。那景成创办了台湾艺工坊，也经过这几年，那包括很多活动的举办，很多作品的一个展览跟比赛，也都慢慢的崭露头角。那这边也要谢谢很多我们很多社团上的长官，还有我们学校的长官，还有很多同好，还有我们台湾艺工坊的客人，还有景成的客人，都对我们很多的提拔跟这样一个提携。那我觉得在一个展览当中，其实事先的准备是很辛苦的，包括每个创意的发想到制作到执行，事实上都经过很多很多的折腾，包括很多的经费的来源。那这边也要谢谢家里的支持，那还有包括我们台湾艺工坊团队的一些大家的一些帮忙，集思广益才能够完成这一个非同小可的一个展览。那我一直把它定位说，这是一个创意展、创作展，而不是只是单单的一个书法展，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自成一格的展览，让我们很多来参观的民众都知道，其实书法的美随时可以得，随时可得，是随手可以拿得到、看得到、摸得到。那不一定要束之高阁，不一定要觉得书法离我们很远而不敢去碰。那我们想说用透过这一次的展览，让书法可以变得很平易近人，很具有亲和力，让大家很喜欢就回去磨个墨啊，沾沾墨汁就可以写个书法。你要写什么就写什么，你要写楷书、隶书、行书草都可以，就可以很畅所欲言的这样子，随手可得的一种这样子的一个兴趣，让你自己跟这样兴趣做结合。这是我觉得这次展览当中能够得到很大的收获，那也让台湾艺工坊、让景成在这整个文创之路，不感到孤单啊！大家在一起加油，好，为我们台湾，尤其是南台湾的文创做一些努力跟打拼。好，谢谢。